2023年3月18日的21:29，司马南说被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邀请要去俄罗斯。大家呢都祝福他，也希望他呢快去。看人家这个节点选的这个时段，选的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段啊！你还不能说不祝福他，你这你还只能说祝福他，你说啊！大家都没办法说其他的，都说祝福啊！你去吧。去了最好别回来得了，就在那里待着算了。这么热爱俄罗斯啊，热爱朝鲜呢，那你还回来干啥，对吧？去完了俄罗斯，去朝鲜，去完朝鲜去俄罗斯，两个国家轮流兜兜转。怎么说吧，挺好的。人家司马南，美国也吃得开，俄罗斯也吃得开，应该让司马南给他一个重要的职位。大家说应该给他一个什么职位？应该给他一个非常高、非常高的一个职位。